生气，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想想他爸爸，他爸爸可是大老板，将来咱旅游还得去人家家当沙发客呢，住人家家的大别墅，吃人家的大海鲜。我先给你买个大枕头，你先做一场春秋大梦吧。这孩子，你说说，怎么还一惊一乍的呢？咋的了？这咋的了？你这是没有事儿，咱俩唠咱俩的。小孩就这样，啥玩意儿？手机怎么没电了？这是我的，还没充完。行，充吧，拿充。你这手机，你回咱卧室去充去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家。我知道是你是人家不是客人吗？对不对？咱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咱俩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啊？我都饿了。你那沙发客协议里边也没有我给你做饭这一条啊，不做，什么意思？坐，马上坐啊！哎，你给他对付一口不就完了吗？我做那玩意儿你都不爱吃，我能给他对付得了吗？这从哪儿找个姑奶奶来呀？你签的协议咋结束把我卖给他了？人家来了你就热情一点呗。咱俩在那磨叽什么呢？稍微配一点儿。哎呦我的天，那儿看见了吗？那儿有方便面，对，自己泡，爱吃不吃，钱臭味儿。我钱顺风。我不管你怎么整啊，咱俩不都说好了吗？啊，互相管吃管住最高水平，你就给我吃这个呀。小姐，这就是我们家最高水平了。我们俩真的不会做饭，我们俩不做饭。那我来吧。好，我现在就要逮饭。我要逮饭，要逮饭，要逮饭！哎呀，别嚎了，你协议里边可没有在我家嚎这一出啊！我告诉你，再喊的话，我给你扔不住，你信不信？你敢动我一下，你试试？你是不是得打听打听我二里子是谁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说你，你那些破玩意儿，我都给你撇出去。哎呀！妈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。江明天啊，大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必须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对象啊？没有。没有不就行了吗？这个事儿你要去啊，对不对？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重在参与嘛，对吧？你放心，大姐夫这波里边有几个优秀的人士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大姐夫后边还有好几波呢。赵刚子，啊，你个干物业的，你那有什么优秀的女婿啊？哎，小明天。好货都在这儿呢啊！好，俩姑爷啊，听好了啊，今年要是把你小妹儿给嫁出去，年底妈给你们重赏。好嘞，妈，放心。你看这个小伙子怎么样？啊，你看看这个，哎呦，帅呀！哎呦，真行哎！这大高个儿哈啊，他干啥的？妈啊，他可厉害了，我的妈！他是干物业的，厉害了，我的姐夫哥。什么呀，一个干物业的，你就是干物业的你。哎呀妈啊，看这俩啊，身家过百万的装修公司小老板，我给他管上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个中学老师压死你。三个 4S 店老板，三个快餐店老板，带上两个小老板，飞机。哎呀我，税务局、工商局、文化局、教育局四个副处职的公务员，炸弹！就这你就能炸死我了？看着，哎，外企公司的老板，看见没？大猫、博士后、小猫、火箭，钱瑞芳，什么？不是装什么？媳妇儿，你装。哎呀，这不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刚买了一条项链，挺老贵的吗？怎么又要10000块钱买什么水晶项链呢？谁规定的我有钻石项链我就不能有水晶项链啊？没事，这我就得批评你了。啊，咱爸咱妈经常教育咱们说啊，勤俭持家是咱们家的优良家风。哎呦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你还要，能不能听话？我挺听话的嘛。听话，不要。媳妇儿，真的，我这兜里没钱了。最近公司生意挺大，账上也没钱了啊。看孩子，看孩子。钱瑞芳，我看孩子。钱瑞芳，
哎呀，二米呀，孩子搁那屋睡觉，你可别吵吵啊。哎呀，你说呀，不是妈说你，钱顺风一天天的也不容易，两口子过日子都得商量的，可别总叽叽咯咯。哎呀妈，你不知道、今天是我大姐和我大姐夫结婚15周年纪念日，我合计送我大姐个礼物，送条项链，我管他要钱，他不给我。啥玩意儿？你大姐和你大姐夫都结婚15周年了？可不是吗？这么快呀？行行行啊，顺风不给你钱，妈兜里有，给你啊。还是妈好。妈，你顺风有钱了我再给你啊。这孩子说的，还是我妈好。哎，老东西，快出来出来，来啊，来呀，过来。哎，坐这坐这坐这，咱俩玩金钩钓鱼啊。就知道玩，你还有点正事没？坐着啊。我问问你，昨天我给你的10000块钱，你存银行没？存了，给我取出来去。你这存上了，你还取它干啥呀？我急用呗。那行，一会儿帮5点多钟我给你取去。为啥非得5点多钟啊？昨天我就是晚上我头5点存的，现在才存几个小时啊？你到今天5点，它就有利息了。在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停！停！他。救他救他救他了，你是不是老爸？不是，我是老三。切啥眼神儿？我来，预备开始。他这，哎，怎么着？哎，停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老大？我还是老三，还是老三。哎、我来，预备开始。你是不是老大？我是老三。我早知道抓老三了。怎么办？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小姨夫，孩子们，别再跟我闹了，好不好？叔叔就是要表达个心意，一定要把钱收下。叔叔，我就那个小妹妹，就是一件平常的事儿，不值一提。要是我掉水里了，那个小妹妹也会救我的，是不是，叔叔？哎、这孩子真好。哎呀。孩子，你给我们上了一课。行，这个钱你不要就不要。哎，小姨夫，明天再说吧。你什么孩子们？你们怎么到我们小区来了？对呀、叔叔，我们是来参加社区舞蹈大赛的。今天来展示一下才艺。那怎么不展示去啊？刚上完厕所，准备排练呢，就被你们拽到这儿来了。那就在我们这儿排练。对对对，我们当观众。待会儿我们也去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给你们当啦啦队。好，加油！开始。